OK，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Heidi 啊。咁话说咧，早两日打风喎，咁我自己屋企喺度打机打动心啦，跟住咧无啦啦咧见到我嗰个地板上面咧有红色一点喎，好显眼噶嘛，因为我本身屋企地板系白色瓷砖嚟嘅，咁啊见到有只嘢喺度爬下爬下，咁我望啲啦，原来咧嗰只嘢系一只瓢虫嚟嘅。我仲要啱啱好咧喺动心嗰度咧，啱啱先捉完瓢虫，跟住望住个地板嘅瓢虫就觉得好有趣啦，好似喺打机里面去到现实之中咁样。咁我好奇宝宝嚟噶嘛，咁我即刻上网做 research， 咁俾我见到咧，原来咧瓢虫咧最常见咪成系红色嘅，原来咧佢仲有好多唔同颜色噶，包括黑色啦、蓝色啦、红色啦、橙色啦，同埋啡色。咁啊 ，so far 其实我咁耐以嚟都净系见过红色，甚至乎其实真正嘅瓢虫咧，我净系见过我屋企地板嗰只啫。咁啊，然之后我谂再睇一阵咧，原来咧全世界咧有5000种以上嘅瓢虫啦，有450种咧都系喺北美洲嘅，仲要咧瓢虫咧有一个好有趣，我觉得好靓嘅名字叫做 Lady Birds 咯。咁 Lady 咧，啲人就话咧系暗指天主教信仰里面嘅圣母玛利亚。咁啊，一听到呢啲神圣嘅名字，我就觉得呢只嘢真系绝对唔野少啊！然之后咧，我就揾张纸仔咧撕咗落嚟啦，将佢承接咗就掉咗佢落街送佢一程啦。咁啊，希望佢喺风雨之中可以安然度过啦。